给大家录一下这个1.8的视频啊，1.8的演示，这个画质几乎是全高了。看看是不是把这个树移开啊？我记得好像是把这个树移开，就是集合大家的力量。这个咱们就跳过了。跳过了。这个重型武器的大树还是蛮好用的。哦，为什么我记得打 PSV 的时候好像没有这种敌人啊？我去，这玩意儿还挺牛批的。Oh no！我去，牛逼啊！看这东西还得那个大叔打呢。大叔这个技能还真的是好用。哎，这地方咱们可以钓鱼啊。怎么钓鱼来着？Oh no！还是挺帅的这个技能，但是咋钓鱼我给忘了。Oh.
方向键是吧？这个鱼好像还挺常见的。哇，没鱼了，还是用大叔吧，锤这些东西还是蛮好锤的。一下一个，还是挺凶残的。还要不让绕后啊！我去，我去。锁定敌人怎么锁定啊？哈哈，哎，算了。都锁定了，这个应该是用这个穿刺伤害比较高吧？哦，还不是，用压路可能伤害比较高。这也走不了呀，那从哪走呢？捡一下箱子，我换一下这个大叔吧。算了，打不到就算了。好啊，这咱们就又找到一个人。
好吧，那咱们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帧数在最少复杂的场景初次载入的时候在30帧左右吧，其他的基本是50帧。